公分。那相当的特别，就是在今年的新的一年的农历今年的话是农历10月23日早上7点呢，将在福贵宫举行开光大典，希望大家呢共襄盛举啦，欢迎来参加。的平安符，让大家带回去，可以带在车上呢，或者带在身上，让妈祖来保佑。福贵宫的妈祖呢，远远都来自于梅州，梅州妈祖。希望大家能共襄盛举啦，欢迎来参加，谢谢。